备，开始。你好，哎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今天的围廊节呢就比较特殊，因为有疫情，希望大家在旅游期间能够这个保证自己安全，远离病毒，这个注意健康，按照规定，健健康康，幸幸福福，快快乐乐。希望大家能过好劳动节，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劳动节快乐。